奢侈，这是我的好朋友顾里。如你所见，他呢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富二代。我要不是已经认识他十几年，我也一定和普罗大众一样，恨不得冲他脸上丢小笼包子。我确实也这么干过。大家好，我就是凌霄。虽然大家都说我长得像杨幂，大家看看我像不像幂幂呀？我觉得我一点也不像幂幂。哎呀，大家都说我的声音很像幂幂，我也觉得不像。杨幂都是这样打招呼的 ：“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杨幂。”我是这样打招呼的 ：“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凌霄。”大家觉得像吗？反正我觉得是不像。嗨，嗨，凌霄。哦，对了，我不是侯朱姐，我是唐宛如。哎呦，我们今天这么一大早来做什么呀？今天来当然是寻找郭敬明了。什么？寻找郭敬明？我们都知道，他可是我们《小时代》的编剧，所以今天的任务就是寻找到他。寻找郭敬明，那用不用拿个放大镜呀？开始寻找郭敬明。郭敬明，好吧，敬明，敬明，哎，郭敬明，郭敬明，敬明，敬明。郭敬明，敬明，敬明，唉，他不在，我依然 hold 住全场的。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，凌霄、顾里、唐宛如，你们就不能低头看看我吗？我在这儿，我在这儿。